来自山峦俊秀吉拉米代部落的原声乐团，用沉稳的态度来表现嘶吼沙哑的歌声，用粗犷又带着澎湃高亢的温柔歌喉，唱着一首首用生命感动的歌曲。原声乐团的音乐没有过度的渲染与修饰，原声乐团的音乐听过了就会让人着迷，你千万不能错过。请锁定周六晚间九点，超级部落客。